诸位同学，今天我们继续答复昨天呢还有一些同学的问题啊。这一位天津刘居士啊，他这封信是天津泽业增等居士念佛祖自观听你开示的《太上感应篇》等录影带，特别欢喜，增强我们学佛的信心和决心啊，为向你表示感谢。几位80多岁的老居士给你亲手缝制的两个蒲团，是每缝一针念一句佛号，每缝一针念一句佛号，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。这次委托刘春梅转送给你，望你笑纳。我们在你的指引下，一定努力学佛，依教奉行。尊敬的老法师，你为人类和平、中华民族的兴旺做出重大的贡献，很难用言语来表达。你的回归大陆、落叶归根的愿望一定能实现，尽随心转，阿弥陀佛。这是一封信啊，好，谢谢天津的同学们。